来来，真的。目前崇德段这边维修的速度怎么样？都在努力进行当中。嗯，这边损坏的情况有多严重？还没有办法讲。现在马达都还要再检查看看。那你们这边被土石流淹没的区域大概有多大？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吗？嗯。那我们现在主要在维修的工程是什么？要把一些马达检查看正不正常啊，因为它有泡到水啊。是。啊，有没有被？下午四点可以预计可以抢通吗？不晓得呢，这要问上面。嗯。你们有派多少人力在进行抢通？应该是全部的人都出来了吧。全部人都出来了啊。大哥，你贵姓？我姓罗。好，罗大哥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完全管用。哎呀，
上去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外面吗？不是吧？走上面比较快吧，还走回去要爬那个石子哟。这个啊，那邓拔大部分都做跑专题类的。军人。